北京时间10月5日，中超第25轮的较量，山东鲁能坐镇主场迎战天津权健。赛前，双方首发阵容出炉。今日头条图文直播，比赛19-35开球，鲁能已经从联赛三连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中超力压国安重新回到第三的宝座，足协杯杀入决赛。不过此前三次和权健的交手，鲁能两平一负未尝胜绩，但这一次鲁能迎来战胜权健的最好机会。除了临阵换帅外，沈祥福仅仅暂时指挥一场比赛，包括全景员赵旭日和苏元吉三名球员停赛，只剩下帕托一名外援。此外，杨旭、王永珀纷纷倒戈救主，山东鲁能首发阵容门将二是韩荣泽，后卫四吉尔、武正正，三十五戴林，三张弛，中场六王彤，七崔鹏，十七吴兴涵，22郝志敏，33金敬道，前锋九塔尔德里替补，一刘振礼，三刘军帅 U23, 16周海滨，21刘彬彬，23宋龙，28姚军帅 U23, 29成员天津权健首发阵容门将一张路，后卫三王杰，四刘一鸣 U23, 18张成，16郑达伦，中场六裴帅，38孙可，39王永珀，八张修为 U23, 前锋十帕托，九杨旭替补，二吴伟 U23, 15刘月 U23, 19王小龙，三一文俊杰 U23, 32孙启斌，33楚金钊，56钱宇淼 U23,